好，开始了。各位同学好，我是林威老师。今天呢，我们是用双直播的方法来讲课。好，然后你们现在所看的荧幕上是我利用大陆的品牌 CCTalk 来讲课的。首先呢，在荧幕上各位可以看到，我是教书24年，迈向25年，应该可以教到30年的时间，但是线上要不断的延长了，因为世界正在快速的变化当中。再调一下位置，把它调得更好。看这能不能调过来一点哈。好，接着就说明。那我们一今天一开始前20分钟会做一些特别的事情。目前呢，今天我计算是上传了 YouTube 5145个影片，但是大部分99%都锁起来。内地的课程呢，从3月份开始小小的变动，费用不变。那我们开始把这个穿着 Prada 恶魔改成每日一字啊，总之让大家一定要学习更多。目前同步的进行有一个叫三合一的课程，各位可以把这画面停格来了解一下。好，Terry 可以上来啊。好，我们马上就立刻开始讲解的课程了。来吧，这个法医，你先把这个标题念一遍。Economist，经济学人杂志，再把下面的红字念一遍。competition in the digital age，competition in the digital age，中文翻译叫做。数位时代的竞争。没错，好，再来请 Betty 姐姐来翻译一下下面这个黑色的标题。黑色的标题。如何驯服这个科技的巨人？不过他巨人加个 S，如何驯服这些科技的巨巨人们？人们对对对，没错啊。好，我们麦已经满了，后面再进来要等机会了。好，Iris 好，然后呢，下面有小单子，请这个贝利姐姐挑战一下。，OK，The dominance of Google。OK。Facebook and Amazon is bad for consumers and competition. 经济学人杂志下一个小标题，说明一下。这个 Google、Facebook 跟亚马逊的就等于主宰了全场，这样的主场的话，那就对消费者来讲，还有竞争这方面来讲是不好的。对啊，我们只能熟悉这个科技，没办法做什么。这个 dominance 哈，那个柔柔，知道从哪个字变来的？Dominate，Dominate 很好，中文叫什么？那个支配，支配非常好掌控。，Dominate 叫支配。那支配的名词，正常我们一般听过是哪个字啊？Domination。对，Dominate，Domination，所以这个字非常的特别哈，它叫 Dominate，Dominate，Domination。那这个字非常特别，它叫主宰地位。掌控了什么什么地位的用法叫 dominance。OK，我们再接着来探讨。那下面呢这个部分呢，柔柔来你念一下这个前三行到前三行吧。要 Google 吗？到第四行第五行好了，place。好。Not long ago, being the boss of a big Western tech firm was a dream job. As the billions rolled in, so did the plaudits. Google, Facebook, Amazon, and others were making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Plaudit 这个字比较复杂，我在上面已经写下来什么叫 plaudit 哈，这个字当赞美来听。贝蒂姐姐告诉大家什么叫 plaudit 叫赞扬。你有没有背过英文有什么 lau 的有跟赞美有关的任何单字Applaud.？Applaud 非常好。那 applaud 的名字是谁？Applause. 非常好，你看没有鼓？Applaud，applause，掌那个。所以这个字叫 applaud，当赞美，没什么特别。来挑战一下翻译。不久前啊，成为西方世界的科技公司的老板是一个梦幻工作。来，柔柔接手。就是随着钱滚滚来吗？滚滚进来，因为大家开始投资他们了嘛。就是那些公司也一样吗？
所以赞美也跟着进来了啊，这是一个对等的用法。这边一个 as， 当什么什么怎么样，所以什么什么怎么样的概念。好，那只是告诉你说啊，当赞美进来的时候呢，所以这个，应该说当钱进来的时候，赞美也跟着进来的这样的意思。所以后面才讲说这三家公司啊，还有其他很大的公司，让世界变得更好。但是前面讲的是 not long ago， 不久前，他用的是一个过去式是 was， today 后面画风就转了，这就比较难了。来 ，Betty 姐姐，你先接手吧。Today, these companies are accused of being bad, big, anti-competitive, addictive, and destructive to democracy. Regulator 还要继续念吗？Okay, regulators fine them, politicians grill them, and one-time backers warn of their power to cause harm. 不得了。好，那在今天呢，这些公司呢，什么叫 accuse？ 中文被控诉，被指控。我们有教过，各位还记得被告英文怎么讲 ？The accused. 对 ，the accused， 这叫做被告。名词呢，知道控诉的名词叫 aq。accusation， 非常好，它叫 accusation， 那太厉害了哈。那这边呢，指控最喜欢用介词，你们在荧幕上看到是 of， 被指控什么东西啊 ？b a a d， 很长的英文 bad。来，请把这五个英文字分别代表什么？那个 Betty 翻译一下，有。就是很大间啊，然后呢 ，anti-competitive 反竞争啊，然后再来呢，令人成瘾啊，然后呢，又对民主是有种破坏性的。对，没错，这个成瘾还破坏性的对民主。那 regulator 知道怎么翻译 regulators？ 就是立法者。我们把一般把它叫监管机构，监管机构对他们做了什么动作？ Okay, 就罚款啊。那政客对他们进行罚，对政客的话呢，就要压榨他们啊。这边跟压榨他们也差不多了。grill 就是我们中秋节最爱做的一件事情。起来在烤炉上烤，对，烤汉堡啊，烤香肠啊，抓起来烤一烤啊，炸出油来。然后 one-time backer 就不知道是什么。OK，grill 这个字我把它丢在留言区，大家看一下 ，grill 就是烤的意思，好，烤架、烤肉、烤，我把另外一边也丢过去看看，大家然后一起听听看 ，grill 就是烤架的意思。然后 one time backer 就代表曾经呢是他们的最好的支持者，曾经的支持人，也警告他们， okay. 你们的现在权力太大了，钱太多了。因为物联网的时代嘛，物能上网，那可能会 cause harm。像最近我在那 BBC 里面，我在有些群有丢 BBC 群，不想么丢。他们说现在网络上有些 YouTube 里面播放的影片，特别是迪士尼的，很多是假的。对，那个很糟糕，非常糟糕。我想你们教小朋友，可能有些小朋友都看过，对不对？这个就是没有看过，但是有看过类似的，反正就是那种什么蜘蛛人啊，就是在那边打打闹就改造的，可是有没有那么的恶劣，就是对，真可怕。来来，那大千来念一下这一块。Chinese tech companies plan to steal American cloud firms thunder。来翻译一下，什么叫 Great Cloud of China？哪里啊？那个雾霾。那里看到雾霾？那就云啊，然后好。Great 是伟大，没有雾，没有霾啊。它应该是云端的那个，云端的技术。也就是说，你们看到这边下面可能小云，可能这边是脸书的，再来是 Google 的，上面是中国云啊。因为它放在科技篇底下。好，那再来试试看，不容易。好，那就 Terry 来帮忙吧。刚刚大千念完了， Terry 来翻译。你好。好。就中国科技公司。计划去窃取美国云端的 Thunder 闪电吗？
闪电是 Lightning、哦、是有典故的 Lightning Thief 高二要高一内地要看的杂志叫神火之贼、啊、叫 Lightning Thief 对对 Thunder Baby 告诉他是指的是 Thunder 是雷啊打的雷啊你们听过以前有个卡通叫 Thunder Thunder Thundercat 叫霹雳霹雳霹雳猫有听过吗老师你这样讲就透露出年纪也没有人会承认的对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是我之后的卡通是我讲这个会笑的人是某个年代人会懂的现在高中生不懂的所以他不同年纪的人对不同的卡通有不同的反应啊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绝对要否认对我说我们在丢这个来看年纪的哈好啊总之霹雳霹雳霹雳猫不管他了那霹雳要不要挑战一下为什么会有讲到雷呢这个应该就是要这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希腊神话里面要把他们的技术给偷走因为他双关语嘛 Thunder, 差不多差不多因为这边已经讲到云啊云你也知道吗云能做什么事情就是打雷下雨啊、嗯、对不对所以代表这边引申云里面的技术、嗯、云里面的东西他要偷美国云端不过经济学院讲是这样讲了哎，谁偷谁还不知道呢 OK 然后下面还有一句小小话哈那个这个 Terry 看得到吗念一下哪一个下面有一句很小的一行这个哦、oh, 阿里巴巴哎终于翻对了对我不会阿里巴巴跟你阿里巴巴没有关系、哦、真的、哦、嗯哦阿里 Ames and matching or surpassing Amazon Webster surpassing Amazon Web Services by Services 2019 or、嗯、Services 再念一遍全部吗服务那个字再念一遍哦、oh, services 对 services 这个叫服务啊好嗯、啊、我 LINE 的直播目前只有另外一个人上线因为字太小了本来针对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比较适合这个 CCTO 的画面好那这边有点难翻译好我们来看这边来可能会字会比较大一点点啊对我应该早点过来了害死了明红拍谁好啊、明宏请问什么叫 AIM 目标吗瞄准、嗯、没准瞄准目标所以阿里巴巴希望能够对于 Amazon 的云端服务能够做两件大事在2019那知道加个 by 是干嘛的在那之前嗯到了应该叫到的时候到2019也可以说在那之前不通常到会比较好他要做两件事情来 Bailey 给他们挑战一下 Wilson 知不知道什么叫 matching 什么叫 surpassing 不知道 matching 就是和他匹敌或是可以超过他吧呀、yeah, 法医厉害啊 match 是搭配的意思 surpass 这个字就是超越超过的意思所以未来谁胜出不知道你看到没有没提到韩国更不要提到台湾了这么小的国家谁会提到对不对好啊 LINE 直播的朋友们那个字很小好不用担心如果你先听个大概这个课程也只有经济选载也只有20分钟就结束了所以到时候呢会把它丢在群里面你们自己慢慢去看吧好后面再来挑战就是贝蒂姐姐了来吧 Which of the Which of the world's tech giants boasts the fastest growing computing cloud? Many would guess either Amazon or Google, which operate the world's largest networks of data centers, but the correct answer is Alibaba. In 2016, the cloud computing business of the Chinese e-commerce Behemoth grew by 126% to $675 million. Growth is unlikely to slow soon. Simon Hu, president of Alibaba Cloud, wants it to match or surpass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by 2019.这个专业术语比较难背一点 AWS 哈那我请红色的字呢这个 Bailey 姐姐先不说来吧各位五位同学们抢答第一个字什么意思啊 BOAST 炫耀增强它是增强非常好猜错字咯增强是 BOOST 叫 Boost 夸耀夸耀 Boost 对
boss 四个字叫夸耀，后面一个 of 可以省略，然后还有一个 br 开头的夸耀。Betty 先不要说，给他们猜 br 开头的夸耀。等一下，他四个字母，四个字母，赶快抢答。四个字母，我快想到了。Bird， 不是，不好笑，对不起，我真想不到。Bird 都出来了。Brag about， 留言区看一下 ，Brag about。Brag， 那个字不是冰山吗？冰山是 iceberg， B E R G。iceberg 才是冰山。好，第二个单字 ，Betty 不讲哦。Networks， 抢答。那个互联网。物联网是 internet。不是 network。那就网路啊。那个区域网路。区域网路非常好，嘿，所以什么叫 social network？社群社交网络，哎，对，社群啊，再来继续抢答。红字什么叫 e-commerce？ 电商，电子商务，好，加上一个电子商务。右边那个字有人会吗 ？Behemoth， 放弃，这是单字。这个当然比较难，这是单字吧？对 ，Behemoth， 对 ，Betty 姐姐也算比较难的单字。等一下哈，我把 Behemo 的话应该是一个大，对啊 ，something is big， 我知道那个概念，一个是很大的，对，大的东西，庞然大物吧，庞然大物。庞然大物，有人贴了哈，好，来我贴在留言区那边，你们看一下 ，Behemoth 就是庞然大物啊，好。有点接近 mammoth 猛犸象那种东西，所以他讲说，你看大型的连锁食品商店 a grocery chain behemoth 这个字就这样变化出来的。好，然后呢，猜完了之后，我们来接着挑战翻译了，那就来一个英句吧，把 Betty 姐姐一下把它翻完，全部把它翻完。那世界上最大的，世界上的最大的科技的巨人啊，巨人们，就是这些巨大型企业呢，他们呢提升了，快速的提升了那个、啊、那个电脑产业、这个哦、电脑云端哦，夸耀哈、哦、，sorry， 哦 ，OK， 夸耀了那个他们快速成长的电脑，那叫什么？电脑运算云端的技术嘛，就是云端就可以了。那许多的人。对，许多呢，许多人可能会猜不是亚马逊，那就会是猜 Google。那这两家公司就已经是呢，世界上他们就营运，他们实际上就已经有在营运，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那个数据中心的那个 network。这个刚才是怎么翻？那个网络服务，对对对。但是呢，正确的答案却是阿里巴巴。是的。那在2016年的时候，这个云端的计算的一个这个事业，好，那中国的这样子云端运算的技术的事业呢，实际上，就是云端哦，对，中国的电子商务的那个。剧情，这个是要念情吗？好，要文言一点，就是阿里巴巴，好，成长了大概将近126，好，到这个要怎么念？675百万，对，然后六亿七千五百万美金，那成长的速度似乎呢，就好像并没有要趋缓，很快就会趋缓的样子。那 Simon Hu 这个人就是阿里巴巴负责云端的这个总理总裁。好，那呢，希望他呢可以，不是跟 Amazon 的那个网络服务呢可以匹敌，不然就是要超越他们。时间定在2019年。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大家都想与神同行啊，结果我们就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好。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我们来看的是空中英语教室，好，比较简单一点的，这次只有一天的分量，所以我们只有20分钟把它干掉哈。来吧，我这个法医你先开始，标题念一遍。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还有小单字。
国际太空站，嗯，奥迪下的，嗯 ，Two decad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space， 嗯，好，翻译 space， 就是国际太空站啊，嗯，然后长达20年的国际合作，在太空里面。嗯，不过 decade 是十年哦，所以 two decade 它加了 s 代表20多年了。好，来吧，单字部分，哦、柔柔单字念加例句加挑战三个，一次挑战三个。哦，cooperation among team members is important for success。嗯，很好，再来。Agents。The government agency will announce policy changes later today. Equipment. The doctor used special equipment to find the cause of Mary's pain. Mary's pain. 好，那找到特别的设备，设备这个是不可数的。Agency 是政府机构，那把变成人要怎么变词类变化？Agent C 去掉改 T 就可以的。对对对对对。好，那下面小单子大千来你接手这两个单子。哦 ，sustain regular software sustain 嗯 sustain regular software updates help sustain the computer。S 后面的音会变音，所以它不是念特的音，它是念的。像学生就是 student， 所以它念 sustain。好，翻译会不会？好，维持软体的更新。嗯，定期更新软体，会什么保维持电脑。嗯、哦，我们有一个人送花的名字不好念、哦、Vincent Esson， 不知道是什么发音，好，大家名字都取得特别怪。这都定期软体更新了 ，sustain 这个字可以当 support 的意思，所以代表可以维持电脑的运作。好，下面 gravity 的例句 ：The moon's gravity is less than the Earth。嗯 ，gravity 这个字叫重力。好，那贝利姐姐不说，来大家抢答，留言区看一下什么叫 grave、啊。坟墓还墓碑啊？坟墓啊，非常好啊！啊，坟墓还有很多种说法，以后再说了。哎，下面两个小单字，那个大千一起把它念完吧。嗯 ，metric， 然后 underway 进行中哈 ，tomb 就是墓碑啊，所以大家知不知道扫墓节清明节叫 tomb sweeping day？ 哦。贝蒂姐，你要慢一点，你算是助教了啊！哦、，sorry。对呀、啊，你给他们讲，对对，不能跟他抢答了。哎、啊，再来，那个大千来念个三行吧。哦 ，20 years ago, something amazing happened. Setting politics aside, 15 nations worked together on a space project known as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嗯，我们就分三批哈，第一个就是大千在说，第二批就是一般同学来教他们抢答的时候，贝利姐姐做后面的纠正，这样好。啊，翻译一下吧。20年前发生了 amazing 的事情，这边就是立刻难的开始了。来，除了贝利姐姐除外哈，他们讲了，贝利姐姐在纠正。这三个字什么意思？挑战开始。政治除外，撇开政治不论。啊，非常好，撇开政治除外，这个赛是旁边，把政治放到一旁的。好，那再来接着那个，柔柔接着翻译。哦，刚是大千啊，对不起，大千接着说。哦，然后15个国家，嗯，在太空站一起工作。嗯，是啊。然后后面是叫 known as， 你没翻到。知名的。这边果然不好翻译哈。我不知道。柔柔要不要挑战一下？15个国家一起合作，在发展太空计划。嗯。像知名的那个太空，那个，对，就是后面 ISS。ISS 是国际太空站，他说
它这个 known as 呢，记得有点像同位语的用法，也就是说前面说的这个是太空计划，太空计划就是国际太空站，所以代表说15个国家他们一起努力在研究同一个太空计划，也就是国际太空站。好，那接着呢，后面请 Terry 念一下那个六行吧。Starting in 1998, more than 40 missions were carried out to assemble to present the present of the present the present ISS, which weighs more than 400 metric tons.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5 space agencies, are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the equipment that provided for the project. 好，先到这里。Russia and 等等。好，翻译从1988年开始。从1988年开始，超过40个任务。present 就什么执行集结，carry out 是执行，没错，再来执行干嘛呢？要去 present ISS。你还没翻到 assemble 集结。一般我们讲零件话叫组装，组装去执行组装啊？对呀，哦，去执行组装 ISS 是吗？不是吧？是啊，你要完成执行组装的任务啊，对啊，因为毕竟它 IS 太空站，它一点一点慢慢加起来嘛，所以这个 present 要怎么翻译啊？这个里的 present， 送行星现在没啊？呈现吗？现成的、现有的、目前的，然后后面重量达超过400公吨，前面还有个 metric。metric， 那不是公的意思吗？公制，这应该算立方的。好，那没关系。好，再来，就是公吨了。对，好，那再来，什么叫刚刚前面有单字吗？就是公尺、公制的啊，就是这样子。OK， 不是什么立方。再来，还有什么参与的国家？对，参与的国家 represent 代表。五个太空代表用被动式哦，代表它是由谁代表？由谁代表？参加的五个，有五个太空的代理商代表。这边还没翻到 agency 不是 agencies 不是代理商吗？对啊，但是这边没有代表太空机构嘛，有五个太空机构来出席的，代表着。参与的国家，那他们要干嘛呢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不太会，负责干嘛 ？Maintain 口诀 ，maintain 哦，维持，哦对，维持嘛。后面第二个意思，维持维维修吗？对啊，维护东西买来就要维修啊。哦。所以他们负责维修这个设备，然后他们提供这个 project 这个项目。你应该要后面翻译，他讲保养也可以哈，说他们所提供为这计划所提供的设备，他们也要负责去维护维修，将会翻译比较好一点。来，这个再来，这个 Betty 先，你刚前面练过了哈 ，Wilson 来换你吧 ，Russia。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perhaps the most active participants, but every memb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staining the ISS. 好，翻译。俄罗斯跟美国，就是。最有动作的那个参加，你先看我游标，跟着游标动，跟着游标翻译。希望了。我看怎么变希望？活动单字哦。
或许。嗯。就是，嗯。来，大大帮忙，怎么翻译 active？ 最有动力的活跃。嗯，最活跃、最活跃的，嘿，最活跃的参与者，但是。但是每一个成员都扮演的很重要的、很重要维持那个 ISS 的角色。嗯，对对对对，来来，再加一句。到哪里？就一句啊。哦。Throughout the years, more than 200 people have visited the ISS. 翻译。Since 2000. 啊，等等，先翻译。哦、嗯，就在这个年，超过200个人就拜访那个 ISS 了。来，这个贝蒂先不说，大家挑战这三个字框起来怎么翻译？这些年来。嗯，这些年来，经过的这么多年来 ，sustain 我并没有特别编口诀哈，它最简单的英文就是 support， 用 support 来推理是最快的。嗯，好，再来，伟盛，盛伟换你了，那再讲个两句吧。好 ，more than what？ 等一下 ，since more than since 200 people since 啊，哦 ，since。Since 2000, crews have ranged from 3 to 6 members. But what actually do they do other than float around in zero gravity? 嗯，断的有点怪怪的哈。这个是 exactly。对 ，exactly。嗯，那这边有个片语叫 other than。嗯。好，翻译从2000年开始，17年前。2000年开始，组员被限制叫3到6个人，没有限制的意思、哦。但是 range 并没有限制的意思啊，真的、哦，就是规定只能3到6个人，是这样吗？也没有说规定。来，贝蒂帮忙。你这边把它当成 about 好了，大概3到6个人。哦。啊、好，我懂那意思。range 是范围、嗯，所以你可以说我们中文翻译是组员维持3到6位。对。我懂你意思，对。嗯，再来。然后。But what exactly？ 但是他，可是 exactly 是，这边我就不知道怎么翻了。他这是问说，确切的。确切的。他们除了在那个临阵、啊啊。对，翻到底。What on earth？哦，那到底他们除了在林中里飘来飘去还有做什么呢？哎，对 ，What exactly do they do? Other than 在英文叫除外。那你们有背过除外，还有什么另外同意的片语？还有另外两个？等一下 ，besides 是有包括的、哦。我们现在讲的是很单纯的除外。Except， 好，看留言区哈，看留言区，看留言区。啊！叫除外。哎，柔柔，来，你念个两句吧。They perform experiments that aren't possible to do on Earth. 嗯。Many of these experiments aim to make advancements in human medicine, while others focus on science and space discoveries. 嗯，好，翻译一下。他们做在地球上不能做的实验。嗯。然后。这个 perform 要特别注意哦，我说过医生动手术也用 perform。嗯。那再来很多的实验。很多的实验是为了要就是对人类的医学方面有发展。嗯 ，advancement 是从哪一个字变来的 ？advance。其实 advance 本身就叫进步哈，但是看人家高兴，那有时候喜欢用 advances， 有时候喜欢用 advancement 都可以。不过你们有没有背过一个 PR 开头的进步？柔柔还记得吗？
啊 ？P 开头的进步 ，PR 开头的进步。Progress 啊。Progress。嗯，好。然后再来，然而呢？然而他们然而其他的，就是注重在科，自然还有那个。太空的发现，应该算是科学，这不算自然哈，算就是科学啊。那再来就是大千，念完它。好、哦，从哪里啊？从这里。哦 ，the ISS is currently home to 6 crew members and 150.Ongoing experiments、with so many experiments underway, who knows what will be discovered? 嗯，好，翻译。ISS 是目前是吧？对 ，currently 是目前的，正在进行中的。等一下、是六个什么成员？六个组员。等一下，我真不知道。目前是六个组员，然后谁要帮忙？那 experiment 是六个组员和150个进行实验的所在地。就是可以、对，没错，150个实验，然后进行中，所以很忙，他们非常的忙。所以再来这句话有，然后有很多实验正在进行，有很多实验，是吧？对 ，underway 没错，你刚刚有看到啊，刚刚我们在前面就有看到，最下面位置有没有看到？进行中。然后。什么东西被发现？谁知道啊？不是什么东西，这句话这样翻，有这么多的实验在进行的，谁知道还有什么会被发现呢？好，有惯用语哈，很准哈，40分的时间快要结束了，那我们再加一点点吧，来吧 ，Wilson， 先念一遍。Ground controllers 要大声一点哦。Release the Space Dragon cargo spacecraf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Robotic arm at 从 the capsule 开始。The capsule will begin a series of departure burns and maneuvers to move beyond the keep out sphere around the station for its return trip to Earth。这一段呢，我前面讲呢，有今天讲的两个动作，一个是《经济学人》杂志两篇文章的第一段，另外一个讲的是空英文章的 ISS。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是网络上搜寻IS 之后呢，它的一些网页专门介绍的。来吧，这边有点难哈，来贝蒂姐姐挑战一下地面的控制，这个要翻控制室吗？还是控制？塔台对，然后塔台工作人员，塔台这边呢，它就是会，让 SpaceX Dragon 这个载运货物的那个飞行器，就是从，对，太空船，然后就会从那个，国际太空站的机器人手臂在。4:58凌晨的时候，就让它就是起，这个 release 要翻成什么？就让它
启程了，没关系了，启程市面上叫释放，对对对，放开了，因为他机械手臂抓住他嘛，就说他开始启动了。嗯，对，然后这个 capsule 这个不好当、capsule 是可以我们药吃的药什么？对对，我们吃的药这个容器。这个容器吗 ？Capsule， 这个器具我们吃的药叫胶囊，有没有印象？对对啊，就是时光胶囊那个 time capsule， 对，叫舱。哦，这个套 OK， 这个太空舱就会开始一系列的departure burns， 然后它就会出发的时候会燃烧，然后然后 maneuvers to move beyond the key valves， 它这个 maneuver 的话是。哎，这个不会好翻译哈，我去把它，我去对去那云贴一个字 ，maneuver 这个字有一个字跟它有关，叫 manual 是手工的，好，然后这个字跟手工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字的发音也比较特别。奇怪，我居然在字典里面找不到这个用法。maneuver 的话，简单翻译的方法就叫操弄的意思。操弄的意思。那比如说我给你解释一下，他说这个太空舱呢，它会开始一连串的发射，砰砰砰喷火，因为它要出发嘛。但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为什么要操弄呢？因为基本上、你想想看，我现在刚从那个接手臂脱开来，再直接进入太空的时候，我直接砰开始发射，太空舱一定会可能会被起火。所以他要小心的闪躲闪躲，有时候左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右边一点，所以他为什么叫 keep out sphere？ 来，贝蒂姐帮他们，什么叫 sphere？ sphere 就是半球，半球代表这个领域，所以代表要远离这个太空站安全的地方。然后目的是为了做什么动作呢？那他能够回到地球。对，安全回到地球 ，for this return trip to Earth， 哈，所以网络上我们看到的这些文章，哈，贝利姐姐算很厉害了，不断的挑战。所以其他同学，目前我们有高一的，有高二的，哈，那高三的几个在旁听的，大家加油！今天课程就到这里结束喽，好，短短的，但是一样精彩，好吧，就下课，下课，下课。把这段文章呢开去网络上赶快找找，很多有些类似的国际太空的文章看一看，学习一下，有影片的看影片，一定有影片，有图片的看图片，多学习多了解。好，大家拜拜。